非常非常，几个人总共好吧？三个了，好吧？四个了。嗯，也抱了小孩。对，我抱过小孩。对，我送回来了，送货。哦呦，你看的话掉了怎么办呢？啊？小朋友，睡着了？啊？哦，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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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怕，你看一下，你如果说前面一个急刹或者怎么样，如果运气不好，后面的话如果一车车碰过了怎么办？这个说实话，国庆期间是必查的，不用讲的，你也知道的了。这就是说是人嘛，多少存在一点稍微心理。